今天是盛典嘛，所以说也是非常激动，非常开心。那希望今晚也都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开心的夜晚。大爷，我是呢，就是说，能够通过现在放出这么好的音乐，希望大家享受这个晚上的这个光幕。谢谢，恭喜。第一次来，然后也第一次来澳门，然后都是挺开心的。都是第一次，但是我们一定会留下好的回忆哈。相当于是我们相识是在红毯上，然后一转眼五年的时间，我们都在红毯上见面。然后更重要的是，今天晚上三位应该会带来很棒的舞台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简单的透露一下今晚的表演内容是？今晚的表演内容就是两首歌曲，是我们组合已经发了第一次告白，还有朋友这两首歌曲。是啊，亮点就是我们三个就是再一次一起去演绎这两首歌曲嘛，因为这是继2016年演唱会之后的再一次合作合体嘛，是吧？就非常期待跟大家见面这样子。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哈，来小袁分享一下。对，其实不敢说，最大的亮点其实就是我们三个最近都在做什么各自的事情，所以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平台，这样一个非常棒的音乐盛典，把我们能够百忙之中聚到一起才表演。非常难得的聚会哈，来亲亲。对，我们三个合体，就其实算大家的亮点，大家都在努力，都记得，工作在努力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期待我们的 PN Boys， 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。我们请三位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舞台见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晚上的表现。好，再次。